在人气歌谣的服装获得了两极的评价，引发热议。当天成员们以轻松的休闲装扮、多彩的青春服饰登上舞台，但独特的剪裁造型搭配让网友们表示看不懂这种时尚，感觉造型师没有上班。海外粉丝们也留言抗议，拜托让 NMIXX 穿得漂亮一点吧。搜云和海源的衣服好怪，感觉像是把窗帘拆下来做衣服，这种服装无法呈现舞蹈曲线，也不好看，真的 get 不到美感。服装本身和歌曲也不搭，色调很暗淡，虽然有感觉得出来想呈现青春校园的学生感，但太平凡了。虽然智宇和贝看起来的确很 UK， 但感觉是从大学宿舍出来运动的装扮。粉丝们都强烈希望公司能给 NMIXX 设计更有整体性而且亮眼的服装，网友们也觉得服装浪费颜值而引发讨论。